工人正用流利的功夫将西瓜皮的芯切落来了后，加入伫个金瓜掌顶面。这种方式会当大大提高西瓜未来存活率和适应当地环境。不过，这项技术近年却出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西瓜仔加入完成了后，仔所死甲真严重。顶年的预测，成功率要有90%，啊，今年淡薄多拄到这种问题，后三成的，后全军覆没的。这季的西瓜呢，西瓜仔呢，发生这个黄萎，哦，像咱看到的呢，非常的严重啦，严重的呢，有差不多有50%至60%，啊，较无严重嘛，咧20%至30%以上。因为嫁接技术无变，管理技术无变，照顾方式嘛同款，所产生了这个现象，而且普遍出现伫每一个种苗场，因此研判应该是种子消毒了无够完全，致使病毒住伫种子顶头。因此，一向农会必须高药物建议，会当伫发起进程，才种子先做消毒。所以讲，咱后续要来做呢。如果种子咱用迄个咱的农药呢，脱壳霜啦吼，3000杯稀释甲浸泡，差不多10分钟了后，咱再来点栽呢，安尼可能伊这个病毒呢，我落甲消灭掉。油莲香是国内西瓜重要产地之一，目前头水果啊种苗因为死了未少，供应量出了问题，地处日本西瓜大出时间点，一定会受到一挂拖延。预测啦吼，可能今年的西瓜以这个三季的延后。哦，因为栽啊，即马发生这个黄化呢，则严重，可能栽会较无够，啊会三季会拖慢。就连乡农会秘书郭耀武佫表示，云地区头水果啊栽种面积大约伫400公顷左右，而且比例每园地需要200丛的种苗，因此整体需求量大约伫80000丛，以每丛6.5元来计算，总金额伫500万以上。面对第一波商机，种苗商严加大意。记者李明安采访报道。